不穿裙，不穿拖鞋了。你就你穿越进来，给我三娘吃啥？来都来了，这么客气干啥？给我三娘买的，上次可别买了，不是外人。我给你买的，给我三娘。扯线吧。我三娘。我的意思是，下次折线吧。哦，那行，没事哥，三娘你明天你挂号码，进屋就这样，我们就扫码就完事儿了。来，看我三娘。我现在就有。这一进屋是真敞亮啊。是吧？嗯呐，真好，哥。这个屋大。哎呀，我一眼就相中了。我下一个我的目标我定了，就是也想换个这么大的房子。那你得买个比这还大的。不用，这就够用了，真好。我今年争取今年冬天努力一下，看冬天能不能买个房子。一定能买。哎，真敞亮啊，不装的也挺好，装的真挺好。 简直是金光闪光好啊，亮！不是你这屋吧，就一进屋给人感觉亮，而且敞亮，心里特别的舒服。对，不是说是那种就烂糟糟的，一点都不的哈。压抑是不是？嗯呐，这屋压人。真敞亮得劲儿。哎，看来我哥家这房子啊，哎，装修的特别好，而且就是一进屋特别的敞亮，让人特别得劲儿住着。今天主要就是来看看我三娘和我三大爷，好长时间没看着他们了。 你看这一屋人多齐，也好久没这么热闹了。要平常就我三娘和我三大爷在这儿哈，关键我们离太远了，正好今天都来了。完了，啊，那走吧，走吧，辛苦了。啊，11点半。哎，舒服。好了，我们要下去吃饭去了。哎呀，挺快呀，你们真有速度啊。就是，就是这两个菜都是我们点的呗。行，那来个鲜豆皮。 哎呀，真懂事儿！该咋是咋的，明儿必须掺多了啊！必须的。这里边都放那啥呀？这家伙油，各种油，喝油子呗。我的宗旨就是什么东西都放点，什么东西都来点，尝尝味儿嘛。准备吃饭了，菜还陆续在上着当中，没少点呢，这家上。 好了，吹蜡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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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住吧，拜拜了。